想花遍地黄河山。今年所上耽误，何怪别你哦？回转家来，参道内中的经验就给助理员，我这个新鲜说，普渡众生，救世万民呐！如果参道耽误内中的秘密了后，我叫我那娘言道，一生愿意，我那爱吃长菜，阿娘嘛是愿意。答应我的要求，虽然家己啊，我不是真富有，也唔阁要吃三顿无烦恼。阿娘爱同意，躲在我的房间内底，也令得膝下惊动，三两金礼物，道德心灵清净，三上来到这个会园地，广化解心门。首先回中的房间来去念经礼佛是应该呀。回转房间准备啦，求求人，求你关心。